转机先跌法哈，请各位牢记这个要诀哈。哦，转机先跌法哈，在技能转出来之前，我们先把跌柱跌好。哦，所以你这样通关就变快了。可以看到，我虽然说出锤，可是 我省略掉那些跌柱的时间，基本上是省了蛮多时间下来的哈。给能量呢？好，这一次我决定做33牌，好，33牌，做15颗，好，注意看啊、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颗，对不对？17颗，对不对？多几颗？2颗，好 ，OK， 有听到2颗。那、啊、怎么不掉星呢、啊？我再算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。我算错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。11+6，17。阿伯阿力，阿力的卡很美，不要紧。今天开好久？嗯，真的吗？哎、欸，1:30了，好，那我尽快跟。替各位通关哈，不晓得时间已经悄悄的就过那么久了。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之前记得压血。11、12、13、14、15，好，15颗，现在已经15颗喽。1、2、3颗，1、2、3、3、3、2、6，不漂亮，再来。再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火珠啊！哦，火珠来了！哦，转机先跌法哈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7，多出来，再消，好，再数一次哦，313，我直接把坑的加好啊，不然就快省了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，这边2颗、3颗，1、2、3，好，看到没有？转机先叠法。我们先叠好，来，哦，这样懂哦？用申公豹，用申公豹就可以用这个方法。好、哦，我们先做压血的动作哈、哦。看不懂转机先叠法的，哦，基本上看我开机就知道了。我柱子已经排列好了，开下去哦。你看，1、2、3，1、2、3，1、2、3，1、2、3，1、2、3，这是什么？十 combo 的叠法哈、哦。好、哦，完美叠珠，基本上转机先叠法是最好用的。哦，只有转机先叠法能够最快达成这个叠珠的要求。哦，应该没有看过实况组用这一招吧？是吧？今天百姓就示范给各位看哈、哦。来吧，漂亮的叠珠啊！非常快速的十 combo 一下就出来了哈、哦。再来就是我们的连点的一个技术就要出现了，平民百姓之手。今天你们是加藤鹰啊，无讲啊吼。哎、哦欸，平民百姓要跟加藤鹰做一个挑战。看，鹰老师，看你一定要这样内格吗？他妈的逼耶、欸！赌个屁啊！KO 啦！无意啊，内那个凶哎、欸！嘟熊出现了，嘟个屁呀、啊！出现了，百姓暴走了，百姓爆炸了，好，可以看到，无意，没问题，没关系，还是通关了，还是通关了，好，你要是可以，我要记得哦，那个下面的按键有没有？啊，下面这种，知道吗？这个什么四双剑，这个不要按到。
我跟各位报，我刚刚看到我好像是坐在椅子上，不然我腿软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不好不容易不到这点外钟啊，一盖就被夹过了，你知道吗？给我嘟嘟嘟的卡住了。跟各位介绍，这支手机就是神送的，没有，千万不要买它。你好，什么鬼啊？什么鬼？